今天晚上是压轴的演出，我是明珠，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，真的是太嗨了。除了现场朋友们之外呢，我们现在同时还有进行我们的粉丝团的直播。如果你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，欢迎大家你在附近赶快来到我们的莲花活动系列的主会场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天有一系列。